大韩帝国的建立过程是我们万万想不到的。甲午战争中，清朝败给日本的消息引起朝鲜举国轰动，于是在日本的支持下，朝鲜正式摆脱与清朝的藩属关系，开始策划称帝。他们认为自己比清朝更像华夏，于是定国号为华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最终改国号为韩。建立大韩帝国，为了表示自己是中华正统的继承者，他们完全照搬明朝的典章制度，又改年号为光武，首都还是在韩城。